积极的人，你没有嗨。积极的人像太阳啊，走到哪里哪里亮。哎，正能量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什么样的正能量呢？你也知道，马来西亚非常出名什么？就是我们的天然乳酒。我们每一年呢、出口是高达100万吨的、而且呢，占了全球市场8.8%。而且天然乳胶还是在全球市场里面非常 premium 的那种。这样我们要去看割胶园啊？为什么要来工厂？因为我早上起不来割胶。没有啦，是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原材料出口哦，其实卖到很便宜的。但是如果原材料加工、包装、branding 卖成品卖出去的话，其实啊，那个价钱会变到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打压厂是吗？不是，我们要来什么厂你知道吗？保险套。这是你自己想要来吧？哎，是的，就是我想要来，怎么样？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保险套品牌 Care， 欢迎 Bon。Hello，Hello，Hello， 早安，大家好，我是 Bon 林子峰，我是 Care 安全套的创办人。怎么样做到啊？就是征服外国人的这个思想。我们公司很幸运拿到了马来西亚那么好的一个天然的资源乳胶，是很幸运的能够把这个乳胶的产品作为一个安全套，然后把它推出去国外。但也肯定很需要很厉害的技术吧？当然了，就是你看背后就是我们的business partner Pleasure Latex，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生产安全套的一个厂家。是的，我们穿到这样子，大家都看到为什么我们两个都要穿到这样，因为安全套的整个生产的流程呢，是它是属于一个 medical device 的，就算我们的采访者都是要穿到这样子。是，然后嘉文刚刚穿到很够的时候，突然间就没有办法走动了。天然乳胶的产品是，但是这样做到这样子，不稳，所以等下只会有我们两个进去工厂。所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品牌，然后冲出海外？第一，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然乳胶是全世界里面最好的一个，而且马来西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出产最多安全套出口的。但是就是做其他品牌，所以我们的初心就是能够希望把 Made in Malaysia 这个东西把它带出去外面。所以大家看到市面上的大牌子都是马来西亚，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马来西亚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保险套吧。Let's go。我的没有那么大。第一个步骤，刚才我们去看的就是我们的 dipping line， 就是有一个 former， 然后 dip 那个乳胶上来，把它成为一个成型一个形状，安全套的形状。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这里，我们的产品每一个安全套都要经过 electrical 的 test， 那如果你有0.00多的 mm 的一个洞的话，它都会 reject 出来。好像现在这一个部门都是人手的，但是前两年我们已经有引进了一些机器化的、所以它放进去哦，一有一个小洞它都会 reject 出来、所以它就是保证万无一失，所以大家就不会生孩子。真的万无一失。可是我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我看到很多马来女生在做这个动作，不要歧视种族问题 ，OK？ 现在是我的问题啊 ，OK， 好。其实这健康产品，健康产品，我们不要永远把安全套和性爱挂钩，它是一个必需品，它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它是一个保护一个产品而已。确实不应该把它挂钩，它也可以拿来当本论，对吧？好，我们看下一个步骤，这个是 reject， 各位。这是 reject， 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洞，就是它只要稍微品质不达标、漏电，它就会被 reject。你看那个气都不会漏，可是还是 reject 掉，可见它的 quality 是真的是要确保到万无一失。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步骤，你还带大家过来看一下。所以它的每一个安全套进去里面了之后，这边会放那个lubricant， 润滑剂了之后就马上进包装。这40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 size 吗？数目越大越大，不是啊，因为我们用号码跟颜色是去定位每一个产品的 SKU 的形状，包括是润滑型的，或者是凸点的，或者是螺纹，种种种种，model 来的。
那我每天都选那个最大的号码。因为年龄问题。因为要表现自己。对了，这个是来到最后的那个关键，就是把产品全部包好，放在我们的 packaging 里面。然后最后一个步骤还去做一个 secret wrap， 就是让确保里面的东西没有人动过。对，我听讲这个工厂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带尖尖的东西进来，因为有一些员工啊，他就讲，妈的，是吧？他就堵爆那个，哦，所以是完全不可以带尖尖的东西。哇，真的啊，我随便吹爆的哦，结果真的有这个规定，真的有啊。很危险啊，因为可大可小啊，这个就是。他们的 SOP 来的哦，真的哦，原来如此。OK， 接下来我们去参观一个最关键的一环的一，因为它是把你的所有的货物抽样拿出来，一定要某一个程度达标，你这个货才可以 send 出去。对，要不然的话整整批都要 reject。OK， let's go。哇，玩水球哎。这个就是针孔的刺一次 ，make sure that 它是没有洞，没有任何的洞的话，它就会有水漏出来。这个是从整个batch 里面会抽样出来，哦，如果它不达标的话，整帮货都会拿去 reject 的。来，我们试一下，怪到这个耳朵。哎呦，搞错了。你会不会有怪怪的感觉？还好，习惯了。啊，自己带，自己帮自己。完全没有在接球，这样不在我整个人很奇怪，不懂要怎么接啊。启动仪式开幕。我想问一下，你的子子孙孙有这么多吗？哦，就是 come 的意思啊。哎呦，哇靠，全部过关，全部达标。他怎么样看他有没有漏？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他会有一个，要不然我们拿一个 reject 出来玩。OK。有一些是 reject 掉了，你看其实是没有水滴出来的，因为它真的洞很小，水都很难滴出来，但是它是用电来看它有没有。刚才我们特地去弄的是就是这么幼的一个针筒而已。哦，你看红灯三个啊，就是刚才我们弄的三个。它刚装水的时候没有水漏出来呢，没有，它就是里面的那个电传的。对，哦呦。这是我们的 bursting 的 system testing， 你看它能够去的这么大，就证明说它的这个天然乳胶的 quality， 它的韧性有多大，看到吗？而且是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个 test 来的，应该没有人的可以这么大吧？可能你会有，不可能，你看这么大都不会爆哎。所以它是量它的能够去到多大，然后以它的数据作为标准，如果不达标的话，它整批货 reject。哇，哎，真的还在长大嘞，所以全世界都来这里。做这个保险套工程，大家熟知的品牌都是在这里做。对，当然还有北上泰国也是有的。哦，他去到那一个是已经去了，他爆掉了。哦，这就有达标的意思了。对。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你家的保险套，还有一个铁盒，这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就是刚刚才发行，而且是限量的，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安全套，所以鼓励每一个90后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话，买一个铁盒放在包包里面，重点是保护好自己，它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安全套，说是故意弄到它不像安全套。不过今天的重点是啦，因为镜头面前的观众，他们想要也把自己的产品做一下，然后放上 7-11 或是 The Guardian， 你觉得最需要的一些 tip 是什么？有一些商业的秘密不懂可以讲吗 ？OK，无所谓，为了你的粉丝们，可以我们就讲出来。因为当时十多年前，它只有一个品牌， okay. 那个品牌就等于它整个公司的唯一的一个保险套，它不允许任何的品牌进来。所以我们敲它的门敲了大概有半年，我就跟它的 merchandising 的 manager 讲，你让我试一下，我很有信心，我这个产品进来你71%的话，你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品牌，你所谓那个品牌的生意，我会带入我这全新的用者进去你的店。哦，就是全新的用者，我的顾客群。所以短短的他 try 我6个月，在单单吉隆坡大概有60间吧。这样全新的用户群是指？是指在以我们后面后台所做的营销方式的定位、产品定位、顾客群定位做对了之后，把这一群人带他去 7-11 买我们这个产品。哦，这一群人是多出来的。是新的用者来的，是怎么样一群人 ？Niche 跟 Gap 的群是很保守的啊，对，比如说吧，我们都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品牌是 D 嘛，所以我们不当做它是我们的一个 competitors， 我们能够做的是，它做漏的那一个顾客群，我们去把它补上来。
所以它是一个 niche 和中间那一个 gap 的群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到这一群。他们只是做产品，没有灌输到好的理念要传下去。我记得你们 MCO 期间也是送很多保险套出去。对对对对，就是你们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不只是讲说可以保护到女生，重点是真的也可以回过头来开发新的用户，你才有更大的空间去跟这种大门店去谈判。对对对，不会伤害到他原本的 business。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你平时是也是就专打这个群体吗？主打的是不能够把性跟安全套挂钩啊，我们讲的是你要如何保护好你自己哦，你们所以那个信息是不一样的，就不是讲说是比方讲如果是别的牌子，他可能会讲保险套可以让你更爽哦，可是你们是保护自己啊，对对，保护对方，保护好你自己，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秘密武器 branding。 对对 对, 对、哦、比较和朋友顾客群也好有一种很贴心的一个 interaction。所以现在你们反而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target 女生，而且是漏掉的群体。对对对对，因为通常都是男生买，可是现在就是都是男的说了算，用保护女生的、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九五后零零群，你一定要知道如何 say no。 如果你这样 say no， 你的生意不是会跌没有办法，就是为了我想讲的是，我想带出的信息是不单只是你男孩子说了算，我觉得就是两性的问题，大家就都是要有一个责任吧。就你突然间这样正经啊，你刚刚不是这样，你一直开黄腔，私底下一直开黄腔。开黄腔。女生会喜欢哪一个？你哪一个卖的最好？通常？我这个48号是非常非常的好卖，这个48号是一个凸点，这个凸点里面总共有288颗的凸点，而且不是很粗，不是很幼，刚刚好。你试想一下，288颗的凸点在你那一边。什么感觉？你最敏感的地方，而且重点是它有 strawberry 的香味。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看好就是22号，它是拿过 Malaysia Books of Record 的一个产品，它是马来西亚制造，马来西亚产品，马来西亚人的公司，是最薄的男性乳胶安全套。Yes， 那我们现在就去总部再来看一看吧。好啊，好啊，好，好 ，Let's go。好，霓虹灯感觉像是什么场所一样，就是卖保险套的店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这种美咧，这个还是铁盒的哦。铁盒，这个是我们和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插画家，他是马来西亚人哦。他和很多大品牌，包括 Nike 也好， Adidas 也好，Uniqlo 的好，都有合作的。所以当时我们想要和马来西亚的一些代表人物去来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去找他，他马上就答应我，就弄了7个不一样的他所设计的一个东西。说真的很 support local 哦。这个是一个 limited edition， 我们也可以说是接近卖完了，做到很像糖果盒这样，就是女生比较容易买，比较容易带着。对对对对。听讲现在不只是卖到马来西亚，因为这边还有这种有中文字的，这是卖去哪里？这个是香港的。哦，卖去香港。香港。现在已经在香港上。已经在了，在 Watson 啊、Circle K 啊、润华都有了啦。现在还有在什么国家？这么厉害？香港、澳门我们已经到了，接下来是韩国，韩国的货也刚刚出了来，他们已经开始这一两个礼拜就会上架，然后接下来就新加坡，新加坡我们上个礼拜的货已经到了，所以是陆陆续续。这个圣诞节之前就是会和在当地的地方，他们的包括新加坡人也好，韩国朋友的好，他们都可以购买到那么好的一个乳胶产品，乳胶大码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是怎么样冲出海外？如果观众有想要知道一点 tips， 因为这个中小型企业不容易嘞，对对对对，这样子可以很幸运的，很幸运。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是有很多天然资产，都可以把我们这么好的一些资源能够带出去国外的，比如说我的偶像 Jimmy Choo， 他也是代表马来西亚、okay. 比如说另外一个偶像就是 Selangor Pewter 细米，所以你看 Selangor Pewter 已经做到是international brand， 接下来有猫山王榴莲啊、咖啡啊，有燕窝啊，当然塑胶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很好的天然资源，所以我们就很幸运能够把它带出去外面，所以也谢谢其他国家的那些代理商和一些朋友都很期待我们这一个产品过去。其实就是要敢想一点，把自己的产品做好，代理商就会来找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敢想，比方讲我们的中油业是很好的，但是都是出口给印度跟中国，对对对，自己没有去生产跟加工，可是橡胶业就有 Top Glove，也有保险套，对对对对对，这个差别是为什么存在你？我就不敢讲，但是
要我 share 的话，我是觉得可能一些企业家没有看到它的前景，没有投入一大个资金去做那个开发 和研发这样子。跟政府有关？你不用怕，阿华这首先好。我觉得政府也好，私人企业也好，应该 focus 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天然的资源。是，所以企业家，如果你看到 Lucas 这一个影片的话，我觉得大家能够合心协力的把大马这么好的一些东西发扬光大。哇，太棒了，这 ending 非常的马来西亚嘞，谢谢Bon今天带我们看了整个马来西亚的天然乳胶加工业以及 K-Condom 的。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好，那大家就记得，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要帮我们按赞跟订阅，然后也记得可以去按赞 K-Condom 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那我们就下一集，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继续再带你探索马来西亚厉害的地方。马来西亚伯雷。